我们看例题七，他说现在有个边长哈 ，L 的这个 ABCD 的正方形，哦，均匀薄板哦。那 EFG 哈，这个分别是哪边的中点？他现在把这个哈切一个那个等腰三角形，切完要贴在这里。他问说哈，切完要贴完以后，它的共同直心哈离原来的直心位置，好，离原来直心位置呢多远？好，这怎么做？这原来直心位置我叫做00啊。好，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的直心位置在哪里？好，这个位置哈是多少呢？是二分之 L 零的地方吗？这是二分之 L， 二分之 L 的地方。啊，这个多少？这个是零跟二分之 L 的地方，所以它共同直径多少呢 ？F 坐标是这三个加起来哈、哦，除以三的，所以这个多少呢？这个是这个加都是 L， 除以三是三分之 L， 不同的道理啊，这三个加起来是 L， 啊除以三，三分之 L， 然后贴在这里的话，这里的直径在哪里？哦，它是对，它是上下对称的。所以这个本这个是三分之 L 的话，这是三分之 L。那 Y 坐标的话，对称的话呢，这是正的，所以这是负的三分之 L。好，那、我假设哈，这样一块的质量叫一啊，啊，所以全部怎样多少？全部有几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全部是八块。所以大的正方形的质量是八，哦，小的三角形的话质量是一。这是我假设，我假设小的正方形质量是一的话，那么大的正方形质量是八，这样的话共同直径在哪里？就是八大 M 加上负一，再加一，它们多少呢？八乘以零零啊，啊减掉的话加负一嘛，负质量，啊乘以这个三分之 L， 三分之 L。它再加一，它乘以这个三分之 L， 三分之负 L， 那就可以算出来，哦，八分之一啊。那负三分之一加三分之一是零，负三分之一减三分之一是负的三分之二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这是等于零，三分之负四 L， 所以跟原来距离。距离多少呢？就是 d 哈，就等于哈这个减这个哈，它取绝对值的，就是 RC 取绝对值，就等于多少？三分之四 L， 所以答案是三分之四 L， 哎，二分之一 L， 我看哈，这个是二分之 L， 这个没有错。负三者也没有错，哦，这里算错了，二四得八嘛，这约掉了约分嘛，二四得八，所以四三十二，哦，这里算错了，十二分之负 L， 啊，所以答案应该是十二分之十二的 L， 哦，答案是十二的 L。应该是要这样才对。